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人好话不多爱吃爱喝的大辉。今天呢，我从天津来到北京，给大伙分享一家店啊，走吧，我去看看到底是哪。有点苦头，熟的，嗯，感觉怪怪的，这个酱有点发苦头，嗯，如果想感受一下鱼香茅式这种感受的话，可以来尝一尝。这个店什么德云社经常在这聚餐，因为德云社就在隔壁，哎，是，大伙可以往这尝试一下，兴许能碰见德云社的人，那肯定没问题，您挺相声，嗯。不错啊，喜欢大伙视频的给大伙点赞评论转发，关注大伙美食不迷路。